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独狼。王国忧城坐落在千绝地边上，这里的规矩是内城不许动手，外城不可杀人。没有许可，千万别私自闯进内城，不然师傅你会人间蒸发的。堂主有令。 父妃哥传书给五大家，王圣未死，人在无忧城。哎呦，小心！你不是喜欢设陷阱吗？那就好好享受一下我给你准备的陷阱吧。